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malling， 今麦是博士用的跟单位的教学第二集，第二集，今仔日我要教的是迷你加迷你，Mickey Mouse 的女朋友啊，迷你啊，中文都不会讲，哎呀，对我中文也不会，好啦，OK， 再来一次，今仔日我要教的是迷你加迷你。诶，跟单位安怎讲？迷你的跟单位就是麦雷，麦雷，麦雷，你确定吗？诶，观众很多哦，麦雷，香港人哦。好啦，迷你的诶跟单位就是迷你，麦雷。变变有不一样吗？变变，麦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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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什么？迷你啊。诶，就搞哦。迷跟米怎么那么像？一个是迷人的迷啊，一个是米饭的米嘛。那米饭米怎么讲？买买买米怎么讲？你敢在？买买错。买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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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迷你的米妮去买米耶。OK， 这个真的是你这个做很错，很难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要重组一下哦，这真的很难哎、欸！我靠，买你的买你，佢买买。买买买买买买买！你放弃了是不是？哈，是不是就拜二哎？买买你，买你，你干嘛？买你个买你，买你个买你去买买，买你个买你去买买。喂，你真的有进步哎、欸、！OK， 今天的模式用的教学就到这咯。OK， 跟大家讲晚安咯，拜拜，边边晚安。